As you know, I love Hong Kong. The 5 years I spent in Hong Kong were the happiest of my life and the happiest for my family. People should not be afraid of their governments. Governments should be afraid of their people. 而呢一樣嘢, 獨立的司法系統, 如果有任何人想搞佢嘅話, over my dead body! 今条片将会几长嘅，因为实在有太多嘢需要介绍啦。可以将个结论放喺前面，就系、是、假如要我喺摘星之旅系列入面拣一间 number one 餐厅，咁厨魔毫无怨念会拎第一，并且系当之无愧。好啦，由头讲起啦。咁餐厅位于湾仔喺和昌大压嘅隔篱 Five Guys 嘅楼上，过条马落已系福临门嚟嘅。厨魔系一间以分子料理闻名于世嘅三星米芝莲级数餐厅。咁喺上去之前，我可以讲下我原本对于分子料理一个极肤浅嘅认识咧，就系我会好先入为主咁啊，觉得呢个系一件净系喺度玩泡泡啊、玩烟嘅一件事，系一个食 gimmick 多过食厨艺嘅一个烹调手法。咁但系点解有咁大偏见都嚟帮衬呢？就因为我见到餐厅个 dinner 个主题系 Remembering Hong Kong， 咁我就好好奇可以点样从分子料理嘅角度去寻味老香港。加上而家做紧特价，就系远加每位2380，单 pair 加 pair 都系1500蚊，1500蚊能够食到三星米芝莲嘅11道菜晚餐，兼且个主题系我极有兴趣嘅，咁就冇可能唔嚟帮衬啦。嗱，上到嚟之后咧，呢间餐厅应该系我见过最有个性，兼且系最别出心裁去装修嘅一间餐厅。个主题好鲜明，就系好香港啊！嗱，呢一 part 可以陣間食完飯再講講，因為驟眼望落去係幾雜亂無章嘅。咁陣間再帶大家細心啲去睇下，就發現到當中係點樣亂中有序法嘅啦。嗱，講下大概嘅格局，間餐廳算係幾新派嘅，行型格嘅路線啦。樓底幾高嘅，咁餐廳有兩面都係落地玻璃啦，帶嚟十足嘅空間感啊。唯一少少可惜嘅就係喺景觀方面咧，佢係望住灣仔嘅城市景，樓望樓嘅款。不过呢度嘅送菜系吸引到，会令你嘅视线基本上冇乜点离开我张台咁滞。嗱，咁 pan 过嚟就会见到阿厨魔本人喺度倾紧电话啦。咁佢正对住嘅呢一个咧，就系开放式嘅厨房啊，可以俾你见到佢哋忙紧，但一啲都闻唔到阵味。台上面呢个碟系一个手绘嘅陶瓷啊，咁我发觉每个位所放嘅都系独一无二嘅版本。咁欣赏完呢一件工艺品之后咧，职员系会收翻嘅，咁然后嚟望一望个餐牌啦。11道唔同主题嘅菜，用11个似是而非嘅标题，就好似11个谜面咁嘅样。咁每上一道菜咧，就揭晓一个谜底。嗱，先嚟第一道，一个玩味十足嘅仪式嘅。侍应手上拎住呢一樽系一个双杯乜牌嘅花露水。佢讲我先至知啦，原来呢一个系香港第一个本土化妆品嘅品牌。咁依家我哋用花露水嚟系驱蚊嘅嘛，咁但系我哋嘅阿嫲阿婆嗰年代咧，佢哋当香水咁用嘅。侍应之后会倒啲花露水落去，咁我估个容器底应该装咗啲干冰喺度啦，咁就有啲烟飘出嚟，兼且啲味道会挥发出嚟啦。嗱，分子料理啊嘛，所以少不免咧都系会玩啲烟啊咁样。咁呢个就系餐牌嘅第一道嘅谜底 ，smell my granny， 闻我阿嫲阵味啊。
咁入面嗰兩粒物料係一索水嘅就會漲嘅，所以當我係濕紙巾咁用嚟清潔一下雙手。抹完手之後咧，你就可以帶住呢一陣好似細個嫲嫲抱住我哋陣味咁樣，去開始呢一個尋味之旅。喺正式上菜之前，佢仲有一道少少嘅開胃菜嘅，係用啲泡椒乾插喺啲車釐茄嘅上面。咁侍應會燒一燒啲泡椒乾先，令車釐茄索一索泡椒嗰種辣鹽醋嘅味，結合埋一齊咧，就食落就好似酸中帶辣咁樣，一口沙士幾開胃嘅。我手上拎住呢张卡仔咧，就系第一道送嘅提示卡啊。咁呢个餐厅想同客人玩嘅一个小游戏，就系、是、Smell My Granny 嘅下面嗰度啊 ，Child's Play。细个玩嘅嘢，咁上菜用嘅器具分别，我呢边呢个咧系一个斗兽棋嘅棋盘啦，老婆嗰边就系一个飞行棋嘅棋盘。因为分子料理嘅精髓就在于佢可以重新塑造食物嘅外形同埋味道，所以佢嘅外表同佢嘅味道系可以完全系两回事嚟嘅。例如侍应建议我哋食咗呢一个雪糕先啦，佢唔系平时你食到嘅嗰啲咩朱古力味、云尼拿味、士多啤梨味之类嗰啲，而系带有些微嘅辣味嘅，系嗰啲似曾相识、呼之欲出，但你又唔敢肯定咧。咁你就睇一张提示卡啦。咁当时我哋估呢个系我估系咖喱鱼蛋啦。咁后屘对答案嘅时候，职员就话呢一道系 special 啲嘅，系卡上面冇嘅。是一个叫辣椒蟹的风味，所以为什么甜筒底呢是有一丝丝的蟹肉在这里。那有惊喜啊，这个会考埋晒啲欧丝的东西。即是讲开就讲啦，欧丝这两个字即是 A-level 之后都起码成七八年时间没讲过的了。我没带 A-level 的，有没有同届考生在留言那里挥挥手啊？那这个匙羹仔装着这一啖可以啫喱状的东西呢，是一啖这样吃的。当你在口腔入面，你轻轻用条脷顶一顶佢咧，佢个带有少少弹性嘅膜嘅薄膜就会卜一声咁爆开咗，一面啲汤汁就会涌出嚟啦。嗱，如果就咁听个描述，大家估唔估到咧？系啦，呢、这个就系一个小笼包嚟嘅，佢面头红色嗰条就系模仿小笼包点嘅嗰啲浙江醋姜丝嘅嗰阵味啊，系嘛？系咪好刁钻、好细微嘅心思啊？同埋嗰时我先发觉，原来小笼包同埋云吞面嘅味咧系几似嘅，都系咁咸咸鲜鲜咁样。我都谂咗好耐先觉得应该系一个小笼包嚟嘅。咁至于呢一个白兔糖咁样嘅包法咧，你打开佢之后系绿色嘅，兼且一闻咧就闻到好浓烈嘅粽味。好神奇，点解粒糯米糍系粽嘅味？佢入面嗰種鹹蛋黃同嗰種糯米感覺都逼到出嚟，哇！好啦，咁其他仲有三四款嗰啲我就唔開估啦，因為食分子料理就好似一場 magic show 咁樣，咁你如果穿曬出嚟嘅話咧，就冇乜驚喜噶啦。假如大家想嚟試下嘅話咧，我覺得呢個遊戲真係超好玩。下一道是一道向李小龙致敬的菜式嚟嘅，龙字嘅碟上面装住嘅系，哇呢、這个复杂啊呢、這个，佢个底系炸咗嘅豆腐，中间就系北海道海胆啦，咁上面就系用条昆布条包住，乍眼望落就好似一件海胆寿司咁样。我中学时候系有做过一个李小龙嘅专题，我依稀记得李小龙好似系几中意食炸豆腐嘅，入口鲜甜。豆腐外皮微脆，内层嘅软滑同埋 creamy 嘅海胆混埋一体，食落系鱼韵十足嘅。咁职员话个碟上面嗰个龙字咧，都系由书法家去设计啦，有好多款唔同嘅字体啊，你讲得出嘅，例如话咩楷书、行书、隶书、草书之类咧，都有。假如你话带啲外国朋友嚟食嘅话咧，中文嘅书法字体已经可以系一个好好嘅话题。下一道先上的是两支好两细支好的色的液体，职员话阵间会用到呢份材料嘅。而个主角咧就系呢一碟，主题系叫香港仔风味嘅一道菜啊。餐厅用呢道菜嚟向珍宝海鲜坊致敬嘅。咁啊，先食左边呢碗仔系一道鳕鱼嘅肉，白色一条条嗰啲就系炸咗嘅粉丝啊。咁我依家就系用筷子夹碎嗰两片黑色脆脆地质地嗰啲咧。是用鱼豉油整成的脆片，咁夹碎佢之后就捞埋啲鳕鱼，就好似喺点紧豉油咁样啦。所以其实系好好玩嘅呢个食饭。
咁隔篱嗰啲粉丝咧，就咁食味道就唔算好突出嘅啫，因为系要加埋啲两樽仔，用48个钟慢煮，再加少少辣椒提炼出嚟嘅虾米油。咁我就唔咁重口味啦，我倒半樽落去啦，食起嚟又滋味好多嘅，咸咸鲜鲜咁样，好野味啊！嗱，隔篱嗰两粒就系意大利云吞啦，上面嗰啲泡系用浓嘅虾汁去整嘅，系啦，咁分子料理啊嘛，啱啱玩完烟啦，依家就要玩下泡。咁呢三款嘅海鲜风味，我觉得各有千秋啦，各有各精彩。我最中意嘅咧就系呢个虾米油捞粉丝，一细住咁样，但食到你欲罢不能。嗱，食到依家我哋系嚟到呢个 Aberdeen Floaters 啊，咁就十一道菜当中嘅第三道，即系换言之，仲有八道等紧我哋。嗱，咁你明点解呢条片咁长咧？因为实在太精彩，太多嘢要讲啦。下一道咧就先用一支竹叶青嚟打头阵先。又是不知道什麼用意，上菜之後就明白了，這是向香港的一種獨步天下的竹棚工藝致敬。你看不看到碟裡面那個竹棚結構的那張照片？餐廳不只是每一道餸都有一個鮮明的主題，一絲不苟的程度，去到連個碟都是 match 這個主題的。咁呢一道系用竹叶青煮嘅鹅肝啊，咁上菜之后咧，会再喷啲竹叶青酒喺个面嗰度，令啲酒香再突出啲。虽然餐厅喺上菜环节上面玩咁多花神咧，但都冇失去个重心嘅。呢份鹅肝，我谂应该系我食过数一数二煎得咁好嘅鹅肝。喺切落去嘅过程入面咧，你 feel 到初头系有少少嘅抵抗力，因为鹅肝嘅表面系煎到有些微嘅香脆啊。切到中段咧，就 feel 到啲肉系啜住把刀嘅，所以做到一种外脆但入面仲系滋香十足嘅效果。但又唔好似一啲餐厅咁会过咗火啊，将啲鹅肝煎到好似变成一团啫喱状嘅脂肪咁样。呢度唔系嘅，嗰啲鹅肝系有些微嘅咬口，但入口咧细嫩无根。喷咗竹叶酒喺上面之后，佢些微咁化解咗鹅肝原本澎湃嘅油脂感啊，补翻啲清爽嘅感觉落去，控制到系一个。虽然游得嚟，但都恰到好处嘅状态。嗱，我谂我系尽咗我能力噶啦，但呢份鹅肝系比我啱啱形容嘅更加好食。下一道叫乞衣盛宴啊，灵感啊源自于主厨好中意呢一张由滚石乐队出嘅一张同名嘅黑胶唱片，即系放喺台上面俾我哋望紧嘅嗰一份啦。咁呢个佢乞衣兜咧，佢用一条龙咁样嘅形状嘅架嚟晾住佢，就好似一个乞衣，即系寓意住一个乞衣着起龙袍唔似太子啊。嗱，都系嘅，你谂下，幕后而冠而位高权重嘅人喺香港比比皆是啦，系咪？呢个系一个慢煮乳鸽，嗰个髀咧就放咗一个奶白色嘅米浆之上。嗱，第一次见到咁样嘅配搭啊！呢条乳鸽鲜嫩多汁，个表层烤到微脆，内层咧仲好粉嫩。咁样未必睇得清楚，咁我夹隔篱嗰两片你就明噶啦。点少少高汤煮成嘅米浆，咁呢两片乳鸽肉咧就比个鸭髀系实肉啲嘅，入口就有些微嘅血水，连埋啲肉汁喺口腔入面挤出嚟咁样，好鬼正。全晚我想最大惊喜就是这一道啊！当我见到侍应推架小贩车出来的时候，我已经笑不停口咁滞。虽然依家啲小贩因为牌照问题啦，几乎绝迹噶啦，但过时过节呢啲丰富的街头风味都依然系会出嚟趁几日去咁样。四年前嘅年初二，我想对于好多人嚟讲都是一种启蒙。咁呢架车仔嘅还原度好高啊！个主菜就是肠粉啦，同埋猪大肠就收埋咗喺个盒仔入面。佢仲用以前嗰啲小食嗰啲碟咧，再铺啲油纸喺上面，然之后就喺度剪啦，喺度剪肠粉同埋剪猪大肠。大家食开系加甜酱定辣酱啊？嗱，我一般就加甜酱就 OK 噶啦。但呢度嘅辣酱，呢度嘅辣酱系变成一个叫海胆芥辣酱，嗱咁啊真系要试下啦。咁至于啲餐具咧，好有匠心咁样，都系用翻竹签嚟食嘅。当然啦，大肠当然唔系大肠嚟嘅，系好香口弹牙嘅墨鱼啊！佢捞嗰啲牛骨碎喺入面，所以食起嚟系零舍香嘅。佢用海胆酱配墨鱼，够晒相辅相成啦。不过我咧个海胆酱略盐就浓咗啲，系浓到有少少些微嘅苦涩味咁样。我唔知餐厅系咪想刻意模仿翻猪大肠嗰阵味啊？咁至于肠粉咧，配嘅系我谂用梅果整成嘅一啲酱啦，甜酸恰宜。最重要的都是这里送的 present 手法，真的诚意十足的。
想起小时候在街边放学时候捉鱼蛋的趣事，我想真的讲极都讲不完。下一道是一个用黄油鸡汤煮成的 risotto， 我先上菜给你看看原本的样子，然后呢再用一个公鸡碗去分给你。公鸡碗真的很多年都没在家用过了，都是以前去阿嫲阿婆家吃饭的时候才会用的。分好啲饭之后咧，我就喺面头嗰度磨一啲丰坤嘅鹅肝同埋日本嘅干鲍鱼，磨成粉咁渗喺上面。嗱，就咁睇落都见到嘅系好足料嘅一份 risotto 啊！佢相比平时食开嘅嗰啲 creamy 到近乎系饱滞感好重嘅意大利饭嚟讲咧，這个因为上面加咗啲炸芋头粒，仲有啲芦笋粒等等，上菜之后再渗啲脆米喺 上面。咁食嗰时你唔使话刻意去捞匀佢嘅，因为佢啲鹅肝粉啊、干鲍鱼嘅粉啊已经铺得好平均嘅啦。你就咁细啖细啖咁滗嚟食，反而仲试到多所有食材添。食落系好香口嘅，佢鹅肝啲香味好突出啊，但又省却咗嗰种鹅肝嗰阵油，层次都好丰富。佢冇咁流，亦都冇咁糊状物嗰种 texture， 系好精彩嘅几啖饭啊！今餐饭每一道都好精彩，每一道都会清点。下一道呢又是一上台已经在笑的一道餸，因为没多久以前才吃完大肠，现在呢就是吃杯面了。这个陶瓷的杯面盒都是为这道菜度身订做的，因为它有厨魔的 logo 在上面。吃汤面又怎么少得汤包呢？这个是一个麻油的粉，直接放下去。 OK， 好，连包包装粉来的。我连包装啊，不用拆的了，不用的了。好，即是它会溶的。我包装是一个米纸的包装嚟嘅，咁啊软水就会溶噶啦。咁我而家咧就会加啲牛骨嘅蒸翻落去啦。之后咧你要焗佢30秒到。好。系啦，咁啊之后咧捞匀啦，捞匀嚟讲嘅。这个牛肉面好顾名思义，它是用和牛条整成面咁样嘅长度，所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牛肉面。肉味十足之余，仲烟烟韧韧咁嘅样，几有咬口嘅。它最抵死地方在于就系食落系真的有平时合味道嗰种汤包嗰层味，所以是很亲切的。嗱，啱你咪见味，好似每一道餸都得一两啖咁样嘅。但其实呢度系好似食紧奥马卡西咁样咧，系行紧少食多滋味嘅路线。咁嚟到啱啱嘅嗰个 risotto 同埋呢一份牛肉面咧，就系煮粮嘅环节啦。个份量系好足嘅，所以成餐饭唔怕食唔饱。咁下一道咧就进入尾声啦，因为食完主菜之后咧就进入甜品嘅环节。先由餐具开始，就有花神可以玩噶啦。咁大家都系 B B 仔嘅餐具啊，我呢份系男仔嘅，咁老婆嗰份系女仔嘅。咁开估啦，主题叫做6万1年啊，系因为香港每年大约有6万个新生婴儿出世。手上啲樽仔系一个梅菜扣肉味嘅焦糖炖蛋，你想唔想象到系咩味啊？我系形容唔出啦。呢个咸嘅 cream 咧，仲系梅菜都咸，好奇怪。但唔难食过，同埋佢个蛋嘅 texture 系都唔同嘅。我覺得鹹咗啲，除咗之外冇乜嘢。真係鹹咗少少。我覺得鹹啲。咁上齊所有餸之後咧，職員係有問今晚嘅餸菜啱唔啱食嘅，咁我都如實同佢講話都好好，但唯獨係個焦糖燉蛋稍微鹹咗啲咁樣。啊，點解咁講咧？因為成餐飯環環相扣都好完美啊，所以呢一個唯一嘅少少缺點咧，顯得有啲養眼啦。咁職員就話因為呢個 menu 推出咗一星期左右嘅啫，即係當時食嘅時候啦，推出咗一星期，係新 menu 嚟嘅，所以廚房同埋前線嘅人員都不斷喺度幫手俾 feedback 入去，就 adjust 緊啲細節。我覺得呢啲就係一間三星級數嘅餐廳應有服務態度。咁同一個主題嘅下半部分就係八珍甜醋啊，因為媽媽生完時 BB 之後咧，係會食啲豬腳薑嚟補身嘅，咁當中就會用到甜醋啦。打开个盖，入面嗰啲系一个粟米味嘅雪巴，同埋姜味嘅 popcorn。上台之后再倒啲甜醋，系真系甜醋嚟嘅，倒落去，咁用啲雪巴嚟清一清个味蕾咁样啦。佢尤其系啱食完呢一个偏咸嘅一个焦糖炖蛋咧，呢一个雪巴恰到好处啊。咁后屘佢讲翻我先知，原来个次序咧都系佢哋今晚啱啱先加落去嘅啫，想话睇下呢个 combination 食落嘅话会唔会好啲咁样。
其實不相瞞，我都是30歲人都是那天才第一次吃薑醋，第一次試白珍甜醋。我第一次吃用醋製的甜品，但又不差，我覺得好吃。我覺得湯底也好吃。下一道甜品的主題叫 No Shark Fin， 特地用回很小時候跟家人去喝的時候吃刺的時候會看到那些魚刺鐘來裝，這個又是一個童年回憶，因為很多年都沒有見過，都二十多年沒有見過了。因為現在很多餐廳都響應呼籲不吃刺的，我想可能只有回新同樂或者福臨門之類的餐廳才會還見到這些魚刺鐘。好的色，我想買了今晚的廚具回家。好的色，好的色。咁入面系咩嚟嘅？入面就系用一啲用啫喱做成嘅条状咁样扮成嘅鱼翅啊！但老老实实外形上扮得超似啊，又系咁样半透明嘅，滑潺潺，但又难夹喎。咁佢下面再捞嗰啲桃胶啊、麒麟果之类，食起嚟咧系酸酸甜甜嘅口感，好清新啊！十一道菜嘅最后一道就系第三份甜品，意味住呢餐饭系食完噶啦。如果各位看到這裡都還不離不棄的話，真的多謝你不嫌我長氣。一個一定要愛香港的東西才可以做到那麼盡心，真的是不是整晚都懷舊金曲的東西。這餐飯最大感觸就真的除了剛剛所說的究竟是一個多愛香港的人才想得出這樣的菜式鋪排之外呢，最后就是今次是第一次，我每吃完一道餸我都很期待下一道餸。特别是你只能够看着 menu 那些很似是而非的名字来估，但你怎么都想不到个上菜模式是怎样，还有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还有究竟想讲一个怎样的故事等等。至于这里的味道呢，都是颠覆了我在条片一开头所讲的我对分子料理的偏见，就是咁系嘅，咁分子料理离不开某几道餸系会有玩烟啊、玩泡泡之类，但呢个唔系一个哗众取宠嘅 gimmick， 而系可以真正做到将所有食物都用另一种形式去呈现出嚟，并且不失佢本身嘅美味程度。所以我谂，即使假如你系一个 prefer 会见到食材嘅原貌、食翻食材原味嘅一个相对嘅保守派啦，我觉得都不妨可以嚟试下呢啲，特别啲食材系被改变咗个分子结构之后，喺你口中有嗰种奇妙嘅感觉，我觉得千言万语不及你亲身嚟试下，系好趣致、好得意嘅。两位啦，咁咧一边咧系1960年代好旧嘅一啲上嚟香港。可能見到最黑白啦，可能我哋叫寫字區嗰種。咁另外一邊咧就係我哋好出名嘅，我哋成日話香港人精神，獅山精神。哦，呢個就係我哋獅山。咁同埋如果兩位咧都仲記得我哋喺開始 dinner 之前咧，有一張 menu 話俾兩位可以交換。係。咁如果你留意到嗰個 menu 上面有條金線。啊，係啊。咁如果你一刻將呢兩個擺埋一齊嘅時，哦，係獅子山。個金線就係我哋獅子山三號。哦。係我哋每一樣嘢都有意思嘅，好多嘢都有意思嘅，真係。可能我哋唔講，可能你唔覺。可能你見到呢個咩？其實我哋呢個係模仿獅子山嘅三號。講啦，葉翠講啦，呢個發達講啦，都係俾兩位你用個袋仔攞翻嚟。其實呢個係嫁女盒嚟嘅，以前嫁女嗰時。啲入面裝啲嘢，咁而家就好似俾啲糖。哦，咁入邊有啲咩咧？本書白珍，即係頭先我哋白珍係啦，嗰個甜醋係啊，甜醋點解樣唔同咗咧？因為我哋會轉嘅，我哋會轉個 presentation 啦，同埋 recipe 會轉。咁呢，我哋做嗰本書嗰時咧，個 mark 就係呢個型啦。咁佢都會有 recipe 啦，點樣去做啦，同埋個。behind story 個 inspiration 點樣嚟都會寫曬，咁我係俾兩位睇下本書。有冇得賣啊？呢本書有得賣嘅，我哋賣咗480蚊港紙一本，咁連埋 chef 嘅簽名有冇得賣現貨？有現貨，依家有。係啦，如果你話想寫埋你個名落去咧，可以嘅，但係你要俾少少時間等佢翻嚟。哦，好。你等佢翻嚟。所以呢餐飯係咪覺得點講？係咪覺得好瘋狂、好黐線啊？所以廚魔呢個咁響噹噹嘅名堂咧？是他自己给自己的，他还将厨魔两个大字纹在手臂上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看样都 feel 到是一个 character 十分突出的一个大厨。
更加夸张的是他的入厨经历。你平时听开很多厨师不是啲红裤仔出身嘅，即系十零岁做学徒，廿零岁揸刀，卅零岁揸镬，然之后独当一面，甚至跳出嚟自己创一片天地咁样，好典型嘅厨房嘅入门嘅历程啊咁样。但佢呢，佢原本系一个注册工程师嚟嘅，仲要系好偏门嘅噪音工程师添，因为要帮手家族生意啦咁样。咁但系因为佢细细个已经对烹调好有热情啊。咁所以当佢叫做有翻一咁上下事业嘅时候咧，喺卅零岁嘅时候，佢曾经短暂咁跟过呢一位师傅学煮法国菜，即系类似而家啲 cooking class 咁样啦。咁但分子料理咧，佢系无师自通嘅。一个三四十岁嘅人半途出家，冇受过一个正统嘅厨艺训练，就系单凭自己嘅钻研自学成魔。虽然你可以话佢个性张狂啦，但佢的确嚣得起。这个 Remembering Hong Kong 主题的分子料理晚餐，就算你是外国人的话，你吃完之后都会对老香港风味有很深刻的认识的。不论是花露水做香水的那个年代，还是小个玩的飞行棋、斗兽棋之类的儿时回忆，亦或是香港文化招牌的点心、街头小食之类，还是一些引以为傲的绝技，例如说搭竹棚，又或者李小龙这个香港永恒的骄傲。间餐厅话时话啦，佢成个南厕都系李小龙嘅风格，等等等等呢啲，你食完十一道精心安排嘅餸之后咧，就好似完成咗一次寻味老香港之旅咁样。嗱，外国人食完就当系文化体验啦，咁香港人食完咧，就好似睇麦兜咁样，有好多个位你系会会心微笑嘅。所以成餐饭你唔怕冇话题啊，因为每一道餸你都可以勾起一啲已经系处于半朦胧状态嘅回忆。餐厅的背景音乐都有啲怀旧金曲啊，咁成晚听得最多嘅咧都系许冠杰啦、罗文啦，仲有唔少系哥哥、妹姐哥等等，啲咩激光钟啊、狮子山下、半斤八两、天才与白痴啊，或者今生今世、似水流年呢啲，都系细个全部听阿爸阿妈播 CD， 所以就咁识唱噶啦。但唯独全晚一首谭咏麟都听唔到，咁大家都明点解噶啦。食物是一场文化之旅，咁装修同样充满匠心。正对住厨房前面的呢一张台，望住墙上面挂住珍宝海鲜房的话，退一步，你望下个天花，是不是有啲似好似山板嗰啲格局咁嘅样？所以坐喺度食饭咧，就好似坐喺手山板上面，晾下晾下，去紧呢一个已经没落咗嘅昔日香港招牌。咁至于一入餐厅就会见到，经过会见到呢一幅特色墙咧。假如你要向外国朋友解释上面画紧嗰啲嘢系咩意思嘅话咧，我谂你起码讲两三个钟都讲唔完啊。所以其实成间餐厅就好似一个香港文化体验馆咁样。至于呢个柜入面嗰啲咧，仲要系古董嚟嘅添，例如话呢一个太白海鲜房入面嘅 menu 等等，都系厨魔佢本人嘅私人珍藏嚟嘅。同埋睇得出啲职员好有 heart 啊，佢见我好有兴趣啦，所以就孜孜不倦咁样带我行一个 tour。我才发现到很多原本我就这样经过 miss 了的一些细节，我特登留下一些餐厅的细节不讲住，留下一些给有心想来试一下的朋友慢慢发掘一下。职员有多高质我都不用多讲了，其实都看得出他们是由心而发出来的那种以在这里做事以跟到这个老细为荣的。所以说呼应回开头所讲的结论，这一间无庸置疑是我摘星之旅系列的 No.1 餐厅。不好意思，今条片真的长得有点过分，但如果我不将我那天的所见所闻都梳理出来的话，我觉得我真的实在是对不住全部花在这间餐厅上面的一番苦心。分子料理既是一种食物，也是一种艺术，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个系列是一款雅俗共赏的食物艺术。没有共鸣的那些会吃到觉得很好味，而有共鸣的人更加会是甜在心头。好啦，今条片嚟到呢度，中意嘅记得 CLS 订阅，再揿埋隔篱个钟仔，同埋可以 follow 埋我哋嘅 Instagram。我哋下条片再见。